的夜市，还有这个中华传智学院，就希望能够台湾的下一代会比我们这一代更好。那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台湾现在像我这种年纪的这个受到国家的栽培，受到这个土地栽培的人想要回馈我们这个社会。这也就是说，为什么我今天站在这么远。好。 这个，全世界发生很多事情。